今天还是讲《法华经》的常不经菩萨品。上一次呢，就讲到二十八页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增上慢比丘，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尽管他们有受持《法华经》，可是呢，他们这些人呢，对常不清菩萨呢，常常说的一句话，他常说一句什么话？我不轻慢你等，你等皆当作佛。他们听了不习惯，所以就开始骂他、打他，而且呢，口出那个不好的语言。结果呢，这些人叫做个人做个人的功德。所以这里上面的文在说的是有生报、有现报、有生报、有后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呢，功也有，功德也有，可是呢，罪过也有，罪过也有。但是罪过也有呢，罪过。最后这些人呢，他们还是受到常不清菩萨的度化。这些人呢，他们居然是造了有功，就是也会很快就会从地狱出来，但是有过的话呢，他们也会下那个三恶道的啦。所以这些在说的是什么？人生功跟过，有时候也是会在这里呢相互呢，不是加减乘除，而是我第一次去讲的叫紧绑归紧绑。你所做的功不唐捐，你所造的业也呢，事实上如果你的功多一点，也重报会轻受的，重报会轻受的，嘿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在看这样的经典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要清楚的是，众生造业，众生还是要多做一点点善业，多做功德。如果你有恶业，很快就要受报，但是呢，你下去很快就会出来的，也是很快就会出来的，而且呢，真的随时都要告诉自己，我们有时候被委屈或者做什么事情，人家不支援我们，还踹了我们一脚，不是没有的。但是很清楚的是，自己想一想，该做就面对，不必难过，不必难过，因为事实上在生死道上面，这些呢都要清楚的。所以地狱也不是永远在地狱出不来，不会的。纵使说我们有功德会升到天堂，天堂也不是永久的地方，也不是永久的地方，它还是呢，果福报享尽了还是会再下来。这个叫做在生死道上面要清楚的是，随时要给自己往上升的这样的可能。所以那个常不清菩萨跟这些增上慢的这些世众弟子，他们呢欺负了常不清菩萨，常不清菩萨不跟他们叫做，他们生气，他还跟着他生气，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。所以呢，常不清菩萨早早就可以成道。那这些人浮浮沉沉呢，后来呢，他们自己有造业，有做什么呢？事实上后来他们还是在
遇到常不清菩萨，常不清菩萨就教化他们，教化他们，他们又离，就是离开了地狱，离开善恶道，后来都成道了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五段说的，就是说，得大士以汝意云何？尔时世众常轻视菩萨者，岂亦人乎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这些人是谁呢？难道是别人吗？今智慧中跋陀婆罗等五百菩萨，施舍月等五百比丘，尼斯佛等五百优婆塞，皆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者。他们后来也都成道了，就是在当时的会众里面呢，有一些发菩萨心的，也有呢，已经呢出家做比丘的，也有呢，那尼斯佛等五百优婆塞，他们也出了地狱，然后呢开始修行，进入了不退转。那不退转是什么样的果位呢？我们常常说要到极乐世界去，要花开见佛悟无生，那个就是不退转。不退转至少多要呢要出果相，出果相，如果菩萨地呢都是至少要出地以上。我们不是常常在华华经前面还有一段文，就是像那个那个 要害佛的那个叫什么？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不是就是要出火生血吗？出火生血，他为了就是他是希望佛陀把僧团交给他，由他来管理的啦。佛陀你年纪大了，应该退位了啊，佛轮到我做。他那时候是跟佛陀讲这样的话。那佛陀说，这个佛又不是退位不退位的，这个是一个果位境界思想的问题，不是我赶快退你，轮到你坐上来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他说这个是境界问题，是个人的修为的问题，不是这样来看的。后来他就受不了佛陀，他就呢要害佛，就派人去杀他，杀佛。直到佛陀从山下走过呢，他就放那个狂象，放那个象呢要把佛陀踩死，甚至呢从山上把石头滚下来呢要把佛陀压死。那佛陀呢还是慢慢的走，从那里走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境界问题，不是你要害不要害的问题。结果呢石头丢下来的时候，把佛陀的那个脚趾头呢有弄到，出一点点血，这在佛传里面是有的。那这样叫做，我们常常说呢那个出佛身血，唯一在佛教历史上出佛身血的一个人就提婆达多，就是那么一次。那后来呢提婆达多呢他因为害佛，而且呢他呢又打了一个莲花色比丘尼，他叫莲花色比丘尼去帮他托钵回来给他吃，那莲花色比丘尼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回他的话，结果他就打他，打到出血吐血。这是在教团里面的早期的那个都有的。后来那个比丘尼呢自己就想说，他跟佛陀说，我这样吐血了身体很不好用，我要提早入昧，他提早涅槃了。后来提婆达多当然他呢就下地狱。还有一个就是阿舍世王，他害死了，亲自害死他爸爸。那害死爸爸以后呢，后来他晚年很后悔，他去世的时候是下地狱，
不过在下地狱之前，他临终前呢，他那时候很后悔，自己就觉得他怎么可以为了一个要希望赶快做登基做国王，害死自己的爸爸呢？结果呢，他就去见佛陀，跟佛陀忏悔，同时跟佛陀说：“我不应该这样子。”那佛陀跟他说：“你要那个好好的那个忏悔啊。”他也请求皈依，请求皈依，所以他就也有下地狱。阿舍世王也有下地狱，但是他是什么地狱？叫拍球地狱。拍球是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对，他有受苦，他有受苦，但是他很快，因为他的那个觉醒的念头够，他很快又从地出来。当我们在看待世间法是这样，那整个心地，那个叫动机问题，跟自己的忏悔。佛教之所以叫做佛，它的最大的就是一个觉性的觉，就人性里面的光明的觉呢，那个就是我们自己会找到自己那份光，会找到那份光，而且这份光没有人会帮你压住的，这是最可贵的。所以尽管会下地狱，那下地狱呢，他如果有一份忏悔，可是忏悔有时候事项上也是叫做是忏悔，可是呢，其实做的事项跟罪业，那还是要该偿还的就偿还，该受报的就还是会受报。但是呢，如果有受报，不会痛苦。所以你们有没有上唯识啊？有没有上？有，唯识一定要上。在唯识里面，常常会是什么？那个一定会告诉大家。因为为什么？同样在到监狱去，你我去监狱跟犯人去监狱有没有一样？为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去弘法嘛，对不对？进去以后会不会受那种刑罚？不会啊，人家还特别招待呢，对嘛？所以事实上是什么？地藏王菩萨去地狱，看起来跟地狱的人一样，他会不会受地狱的那种刑罚？为什么不会？那个叫不相应的东西，不相应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什么叫修行，再坏的境界都可能，但是呢，心地永远永远要让自己有亮光，有真的要用功，要自己本身随时都准备这个东西，不要跟地狱相应，不要跟那个恶道相应。纵使你踩进去，不会相同的，不会相同的。菩萨呢，到了菩萨还是会到监狱去，或者到了那个叫做那个最苦的地方去。那有的人进去以后都苦哈哈，苦的叫做不得翻身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叫做自己随时要用功的人，而且知道怎么叫用功。进去不相同，这样可理解吗？对，所以这里叫做为什么它可以转？为什么可以转？因为呢，这些人呢，受了唐不清菩萨的教化以后呢，后来他们自己呢，也有他们内在的那个叫做善根种子，跟所修的福德因缘，这些福德因缘。平常就要多照，多培植，这些功不唐捐的，不会跑掉的啦，不会跑掉。
这些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学佛，你就说学佛一定叫有很多钱，不一定。但是呢，哎，可别人叫做苦哈哈，我们不一定要苦哈哈，嘿。所以这些叫做善乐还是有报，但是善乐要报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我们要准备什么心情去化解这些东西？再苦有什么关系？自己本身可以从这些转出来的人还多着呢。所以常不清菩萨呢，他教化了这些人，结果这些人呢也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个，他们久了以后，他们也会慢慢的这份善根也浮出来。所以常常有时候说，当年常不清菩萨被这些人欺负，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是最后他们还是呢，静下心来转向了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修学方向。当然是一方面是他们内在自己的我不敢轻于你等，不是轻不轻的问题，而是最后发现这些人他们自己不随便轻视自己，他们也发现自己本身内在就有这个东西，他们自己本身就有这个东西啊。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有佛性，有佛性。再苦，人生再苦，你自己事后以后呢，自己又想一想，那时候为什么这么的苦，而且委屈的不得了，啊，觉得说，哦，同样一个人，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苦，啊，自己叫做什么，叫做风平浪静以后，回过头来想想自己，也没有少了一点什么。反而发现自己当年看起来是比别人叫做什么，好像他们都在欺负他，结果发现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被欺负，反而自己得到了机会。你们有这样经验吗？很多居士都跟我说，想当年我们出来从家里搬出来的时候，跟他啊，没一块米皮，两块破碗而已。哦，后来就怎么样？哦，两个就很认真，啊，很认真怎么样？就开始呢，啊，赚了现在房子大概七八栋而已的，啊，也没有什么。我是说七八栋要怎么样？你还不是只睡一张床，只睡一张床嘛，哦，啊，七八栋干什么呢？好好的打扫。对呀，说真的，这个叫做一定要记住佛法在告诉我们的，要常不轻，要常不轻，不要随便轻贱自己，而且呢，也要来看待自己，看待别人。那如果他不肯伸出援手帮助你，这个人不行，我来找别的嘛。哎，这里没有路，我再找出第二条、第三条。我来讲一个叫做不可轻贱哦，大事小事都不要随便轻贱，而且呢，发现什么叫大事，什么叫小事。我记得我刚出家没有多久，那在佛门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哦，就是说一个佛寺在住大钟，因为呢我香光山快要住一个大钟，就像上紫竹林精舍的这两个钟呢，是我觉得最得意最得意的钟。你们有没有去敲过？那声音好不好？真的好得不得了。真的，这个不是自己吹牛的，真的好。那个就是有一个佛寺要住大钟，有一个老和尚呢，他就出去化缘，他这里化那里化呢，结果呢化到一个员外的家去了。
那员外呢，他就跟那个说我要住大众啊，你们要发心啊，当然是人家有钱，当然就这里也出那里出。啊，有一个卑女呢，下女呢，她呢看了哦，人家都在发心，啊，我现在是没有福报的人，真的没有福报，啊，怎么有钱呢？看着人家在出大笔大笔的钱，他自己没有，可是他也很想出这份功德，他就跟那个老板娘讲说，我可不可以出一点点？他说你有什么钱？他就说我有一点钱啦，一点，人家是算千算万的，也一点，哎，他说不要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出一点钱，他说。刚好他们两个在讲的时候呢，那个是老和尚有听到，他说好啊，他要出就让他出嘛，他就给他欢喜的给他接受过来，再给他接受了。接受以后呢，哎，就这一家的话哦，他就要在第二家、第三家去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想说，大家一个人是要撞啥位？他想讲，躲起来。啊，为水搞下落去，咚咚咚咚落去啊！就回去就铸钟，那钟就铸好了。哇，钱呢？大家出大笔小，大笔小笔那个比较快嘛，哦，没铸起大钟较容易。结果呢，啊，大钟就请回来，啊，就挂起来。问题是它有没有一个洞？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去收拾这个洞？那个师傅想想说，糟糕了，应该是那个拿过来，啊，不过在哪里啊？一个读一个都煞未到去去啊，亮亮亮亮亮亮，他。到水沟里面跪下来，去把那些垃圾慢慢的清理，把它拿上来洗一洗，放上去刚刚好。这叫不可轻贱。台湾嘛咧讲，讲大少嘛着少就敬，对不对？较外无路用的人。买一破碳啊，含万人嘞，含万人冲啥会？这个叫什么？不可轻贱。不管他有多大的善根，多小的善根，佛陀都从来没有忘记众生的这个东西。纵使要已经下地狱了，或者是叫已经要杀头的人，要处理死刑的人，永远别忘记了。纵使要杀头，这个人坏透坏透坏透，但是呢，人家还有某一面他可贵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纵使要死刑，一定会想尽办法。看他还有没有可以叫做让他的那份那个叫做佛性可以显发的可能，但是显发的可能并不等于他的罪全部是可以赦免哦，因为他放出来不知道对付谁哦，还是会构成大家的恐惧。所以像这样的人，以宗教来说的话呢，如果在处死刑之前，如果要皈依，你们要不要去帮他皈依啊？你说哦，站在那边把我把他掐死掉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所以生命，我们要有这样的想法，而且要看到，我们会造业都是在清醒的状况之下。清醒，那恁恁做职业、做职业的时候，不都是清醒照去该做工课嘛？吼，啊，不是咧困，会去做业的。
不会，不会。纵使说人在家务病房根本就是拢过去一人抱的时阵，你要自检也足难的啦。但是事实上是什么？他如果有时候他耳根还没有脱离，还帮他助念，还让他本身给予家子的力量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对每一个生命都不要随便放弃，不随便放弃。而我说不随便放弃，并不等于他就是无罪，他就是没有事。这个叫做每一个生命都爱护自己，爱护自己的生命。有时候他为了自己呢，本身仍可把别人弄死掉，这叫人。所有的生命都还是有，不是叫完全就恶道啊，一文不值啊。然后善就是善道，除了叫佛菩萨他们修行，除了我们自己本身要修行。所以当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住，嘿，不要呢，好像说哦，生气起来的时候，什么坏话通通骂完了。阿曼，我后面你以后怎么收拾啊？你自己就很难收拾，很难收拾。就是说，有时候说，当我们看看，我们有大宗的，有小宗的，有维系的，有很多的事呢，我们都要看清楚，要看清楚。所以像这些呢，世上一点一滴的善根，事实上都是要培养的，不是只有大的才叫做功德，小的有时候呢，你看看那个微不足道的那个小，那个小铜板，因为为什么？那看起来不是要大的小的多的少的问题，而是那个就是它的全部，它的全部，那个铜板，所以不要轻贱这么一丁点。